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献上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是的，主啊，你是我们心中盼望的来源，你是我们的能力的来源，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一同开口向神再来祷告。是的，主啊，求你今天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相信我们的赞美就是你的宝座。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嘴唇都发出赞美的声音，让我们的嘴唇更多结出赞美的果子。主啊，我们要更多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求你更多设立你的宝座，与你的子民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一起说阿门。我们一起来拍手。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一起来宣告说，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必须像一切给更有能力。
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成我勇敢真理。是的，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成我勇敢真理。哈利路亚！是的，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哈利路亚！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结出赞美的果子，我们要全心全人的来赞美他，真是用我们心灵诚实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立欢呼声永不息。举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是的，我们要全心的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神的面前，是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喜乐来赞美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意，常常感谢，不住祷告。
想起我们在哪里，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赞美你，神你的荣耀就要充满充满再充满。哈利路亚，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从今直到永远，天使天君，神众儿女，降伏你面前，举手敬拜。
Bye.
再次的将我们每一个人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上，在我们软弱时，你的圣灵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原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更知道圣灵你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我们更懂得 口唱心和，在我们祷告中去经历，去经历你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去做一个美好的更新，让我们在敬拜中去经历你真理的更新，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去经历你情感的更新。主，我们再次的盼望我们的敬拜的生命能够蒙神你的悦纳。阿们，路亚，阿们，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晚上的敬拜完全摆在你的面前，你来开启，你来开启，让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带来更多复兴的生命，让我们有更多的能力，让我们的复兴再次的更新。阿肋路亚。今天借着你的仆人的话语，借着牧师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荣耀的眼睛，让我们再次更新，再次更新，去突破，让我们在灵里面如何去追寻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这是我们用主所教导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平安。看一下隔壁那个人，在赞美之后有没有快乐一点 ？OK。晚上教各位怎样的去领受联格等一下会讲得很清楚。那么在领受联格之前，你必须要再一次的认识圣灵，你也必须要去认识你到底有没有重生你现在是从神生的还是从人生的。我告诉各位一个奥秘，你如果是从神生的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渴慕神，你会非常非常的爱神，你感觉到你很爱神，有没有？还是爱自己，还是爱世界比较多？ OK， 一样福音书上告诉我们说，当你接纳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信靠他之后，你不再是从血液生的，你不再是从情义生的，你不再是从人义生的。那我把它写一下哈，你不再是从这个，我把英文写好了。然后呢？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会脱离了人的血义，也就是祖先的作主，你开始会脱离这个作主，脱离了祖先的罪。给我一些低音好不好？那个笑脸呢？ Okay， 把我声音再放大一点哈。OK， 中音再多一点哈。那你不再是从肉体生的，这个是血义哈。这个是他把它翻成血气，他把它翻成血气情欲，他把它翻成情欲，有一些不太一样哈，这个是仁义哈，其实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说当你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不是你的生命从此以后就脱离了什么？脱离了祖先的血裔，脱离祖先的作主，脱离了祖先的血统习惯你也会脱离了一些肉体的捆绑，脱离了一些肉体的困境你也不再是常常遵从自己的意见或自己的看见，从此以后你是从神生的，你是神生的，你是神生的哈，你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哇！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很棒哈，就是我有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是吧？这个当你了解这些之后呢，你会发现到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从灵生的。那么约翰福音书在过几章之后呢，有一次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耶稣怎么告诉他？他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说怎么重生？从灵里重生。那什么叫做从灵里重生？我必须告诉各位哈，也就是你必须要接纳神成为你的生命。在过去的你的灵是蒙蔽的，但是今天呢，你必须要从灵来重生，就是重新建造一个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过去神的生命因着罪因着肉体已经被捆绑在人的生命的深处的里面，人真没有办法用真正的心灵去跟神有所交通，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一直在跟你说你必须要怎样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接纳神成我的生命你现在可以思考一下说，当我去接纳神成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着神，所以我必须要认识神我必须认识神，我也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渴慕神。所以教会有一个重点是
不是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去敬拜啊、祷告啊、赞美。我觉得这是一个后面的初阶，后面的一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帮助你不断的去渴慕神，让神的生命不断建造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还有没有神在我的里面，还有一样，我常常用我的意志、我的想法、观念去生活，用我的肉体的情欲去生活，用我的血气去生活，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其实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里面，是因为我们太多的什么血气，有没有？有太多的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我们太多自己的主意意见。所以你要进到灵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约翰福音是再一次的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真的重生，真的重生哈。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一个重生的人真的非常渴慕神，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怎样？他非常非常的爱神哈。再来，他会真的会慢慢的越来越属乎神。再来呢，你可以看到有一次耶稣在撒玛利亚遇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没有？他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有没有？请问各位一下，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会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的，有没有？会把自己的生命都摆在神的面前，然后呢，什么事都以神为第一这样哦。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考验啊，对着一种考验哈。所以再来呢，再来一个重点了哈。你既然是神的儿女，还有一样哈，你是彼得有一次在撒迦利亚腓立比哈，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说我是谁？”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有人说他是谁？先知中的一位，还有谁？我忘记了，大家猜好的耶利米啦，这些一直猜他，结果呢，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必须要记住，基督这个名字是受膏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他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是圣灵膏他啊。来，今麦你看我讲你个人蒙对你的头讲啊，你按在这里。你说我是受膏者，你就从耶稣变什么基督来哦，来哦，你在阿贤，你被膏之后，你就从阿贤变什么，变基督。所以保罗说我就是基督，有没有？你看这种地位的转换有没有很可怕？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高摩，圣灵的高摩之后可以马上让你翻转一个身份与地位。所以我们都会常常看见自己，我看这跌到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他不晓得去发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发展他的能力跟权柄。为什么呢？因为当彼得说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保罗也说我就是基督，我跟基督同做后世，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女。我每次我读到这种圣经节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弄不困，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后人啊？好像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人，对不对？再来，他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这个教会是 Iglesia， 你 Iglesia 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精英的群体，是一个基督精英的群体。那个教会本身 不应该换作教会，应该换作Iglesia。 Iglesia 简单说，用现在字眼来讲，就是 elite， 就是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精英。我问各位一下，你有没有常常觉得你很软弱？基督徒要做干不做，我们很艰苦。你要做就要做什么？做，你要做精英，你要做做较省的，你别做会无省的，你知道？所以我在年底的时候要开一个课程，叫做一个教会很大的复兴，就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就是精英的训练。我们要做一个精英的训练，这个精英的训练会帮助很多人，会帮助很多人会活起来，
而且很有生命力，你知道吗？会非常的非常的有生命力。那么呢，再来哈，这个 Iglesia 就是未来建造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群体。那耶稣跟他们跟彼得说：“我要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你。”哎，跟我说一次，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但是我天天走向阴间，我们生活常在阴间中活着，有没有？阴间的权柄绝对不能怎样胜过我，对不对？再来呢？再来，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也就是说，这个天国钥匙打开天国的门，就是你是 keeper， 你是重要的人嘛。你干嘛干嘛叫重要？对不对？再来，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怎样？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怎样？当你读了这些圣经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我是神的儿女，我很有权柄，我很有能力，我很被祝福？有时候连睡觉都会喜乐，我怎么会被祝福到这种地步？被捆的时候干嘛？哦，我那里在受祝福啊，那了哈。每次想到这里说，在多大的苦难哦，你都会熬过去说，说神啊，这是你给我最大的恩典。再来，耶稣在马太十八章就说：“你们两三个一起祷告，我就跟你们同在。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你又可以看到，每次耶稣在差派人去给他们权柄一并赶鬼的时候，一次都几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有没有？其实教会今天在讲群体的时候，应该建立一个一三的群体，这我慢慢会再说清楚。建立两三个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来，你看一下，好，来，我画个图给你看一下。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对不对？这里要怎样？又三个人，这里要怎样？又三个人，这里又三个人，你会发现到这种生命的有机体就在教会里面发生。两三个人，然后找一颗来传福音给他，为他一并赶鬼，你知道吗？你要相信神会通过你，通过这种方式你会带领很多人信主。我在慢慢我把这个东西会讲得很清楚。不过今天晚上我再告诉各位，当你信得主之后，你的灵必须活起来。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谈到，你看啊，我再谈一次。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样。OK， 这是灵，这是魂，然后呢，这是体，这是肉体哈。这个是向世界开放的东西，这个是你自己，然后这个呢是属乎神的，这个地方是在主导着。我再讲一次，敬拜、启示、良心，对，敬拜、良心，跟启示、直觉。灵是用来敬拜，当你的灵没有活起来的时候，没有重生迎接神进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个你的敬拜是神是不会接纳的。起先你必须要用心里去敬拜神，然后用你的什么魂去敬拜神。先是灵，然后是什么？是魂。魂是你自己，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你的心思。我再说一次，你要常常用什么？你的情感有没有？你的意志，用你的心思，敬拜神要不要放感情？要不要坚定你的意志？你的心思要不要放在神的里面？要，都要好了。再来，你的肉体的表达要不要？虽然向世界开放，可是你肉体现在要不要？也是向神开放，在这里来敬拜，然后跳舞。你会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整个肉体
在跳舞敬拜神的时候，让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来，如果 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必须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灵常常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洗，被圣灵浇灌。我们这个灵常常因着圣灵的洗而被我们被洁净。这个圣灵的洗，洗完之后灵洁净，灵呢来引导我的感情、意志、心思，而且呢用魂来管理我的肉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我们活着是用我们的肉体在管理我们的魂，然后我们很少碰及这个地方。有没有用灵哦？把你们送到百货公司就知道了，男生女生都一样，很喜欢上网买东西的，请你举手一下，少一点，肉体会很多，因为你如果心思，你的整个的生命在注重灵的时候，你就不会注重这个地方的需要，你会比较看重什么？看重这个地方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 我只有敬拜，我的良心，这个是心， 我的心灵跟神的关系是很好，而且我会得到他很多的直觉跟启示，你知道吗？直觉跟启示啊。还有一样呢，通过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的情感、意志、心思都向着神跑，我的肉体也向着神跑。所以越爱神的人，真的，他说 他是个重生的人，他越爱神越渴慕神，他越喜欢跟一群人敬拜啊。当我们两三个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拿着什么天国的钥匙，拿着什么拿胜过阴间的权柄，再来地上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可怕的是，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常常被撒旦捆绑，在阴间也被捆绑，有没有？我们常常被带到那个世界的里头。所以鼓励各位，开始跟神说，神啊，让我每天都因着敬拜你，敬拜你，让你的灵每天都充满我，每天都灵洗我，让我一直不断的干净，不断的干净，不断被破碎，不断被干净，然后再来呢，让我呢每天都被浇灌，不断生命在成长，然后呢不只是成长，我要圣灵充满，而且我的灵要满溢出来。人每天你都要感觉到那个灵要在你里面满溢出来。当你被满溢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对很多生命，你会看到很多的生命，很多的生命是需要很大的很大的拯救。神不喜欢一个人沉沦，都愿意万人怎样都得救，有没有你当你被满溢的时候，那个神的灵就在你里面，你真的很渴慕他，你非常爱他，每天所想的就是说，神跟我同在，让我在我的工厂里面做好的见证，在我的职场做好的见证，在我个人生活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做好的见证，你知道吗？每天呢，我常最近祷告说，神啊，让我开车的时候可以做见证，你知道吗？很难。那个在高速公路如果没有开到150，好像没有开车。回来开祷告说，神啊，就用保险遮盖，那个摄影机都没有射到我。你看我没有很多的肉体在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我上个礼拜讲说，其实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在哪里满足？他们满足在肉体的意志释放、家庭的祝福，这是肉体的事。很多基督徒跟神说，神啊，让我在你里面，我的心思归给你，我要坚定的爱你，我的情感爱你。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的重生都是在这里，并没有在这里，因为在这里的时候就是接纳神的灵，接纳神的生命就在我的里头。我们很少，我们真的很少见到这个地方。但是重生的最重要的中心点是跟你说，你必须接受神成为你的生命，有没有 Amen？ 你的灵必须要活起来，有没有 Amen？ 对不对？你开始必须要用灵来敬拜，来得到他的启示，你的良心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跟人的关系会越来越怎样？越好。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跟人的关系
你真的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你就会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看见会改变，你的未来会怎样？绝对是改变，绝对会改变的哈。啊，我过去哈遇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理华剃剃嘎他们哈，你知道他一天剪华一天哦，可以赚多少钱？你们大概没有办法想象，他从早到晚上一天个。都可以赚到12,000到20,000块，有厉害不？他在做那什么三本头，看到我看见，看见我这看见哈，伊讲要甲做，我头我都唔敢好做嘞哈。啊，神有没有很祝福他？啊，他每次啊做完工作以后，赶快收了就不见了，你知道跑去哪里吗？哦，他在每次一大早就喊哈利路亚，喊很大声啊，每天客人都非常的多，当时候的黑道都是在他那里剪头发，你知道哈？啊，你知道吗？哈，有一个他很喜欢喝酒啊，所以他过去在一个教会，那个牧师为了不让他喝酒，就派一个不会喝酒的执事去陪他，跟他一起祷告敬拜。然后他就跟那个执事说：“你要陪我，就必须跟我喝几杯。”那个执事跟他喝几杯，又喝到最后，执事比他更会喝。我很恐怖啊！你看，我们都停留在哪里？有没有发现到停留在这里？神来祝福我，你一定要祝福我，你知道吗？然后不要让我肉体遇到苦难。我们在情感上也是一样，神来祝福我，让我什么？我的感情得到满足。我要用我的方式去爱人，不是用神的方式去爱人。我的心思呢，也用自己的心思。我们从来没有去改变，说我应该用神的心思去爱一个人。那种阿卡佩的爱没有办法在我的里面彰显出来。阿卡佩就属天这种爱，这种牺牲的爱。所以耶稣有时复活之后就问约翰，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有没有？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有没有？啊，每次耶稣问他说你爱我，那个爱是阿卡佩啊，彼得回答他说什么？都是有爱，我爱你，我爱你。你有没有发现，真的要进到阿加佩有没有很难？难到不行啊，难到不行哈、啊。但是我再回来说，今天你应该要跟说神啊，你的灵哦，一定要每天怎样，要接近我，要浇灌我，让我的生命灵命成长，要充满我，让我满意，让我满出来。还有一样，不是满意哈、哦，不是满意哈、哦，让我的灵哈、哦，每天。都在我的生命的深处，满出来之后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你有多大的恩赐，是你有 多大对人的祝福。最近有一个人问我说，最近台湾来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有恩高的人，他的名字也是以利亚，然后摩西，他的摩西以利亚都在他身上，这样我真的很厉害。有人问我说：“你敢把这人？”我说：“我不。”牧师有什么评价？我没有评价，因为他自认为以利亚，就让他当以利亚，你知道吗？台湾已经有很多以利亚了。哦，不要了，以后不要介绍。对，谢谢。这个来了，我的还都，我本来就很异端的。OK， 那你看您满意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你看一下看一下圣经哈，我给各位一个圣经，以弗所书，看一下以弗所书哈。在第四章的地方，在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怎样充满，然后再来第五章，我上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才分不清楚，第五章啊，来圣灵，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连歌。那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来跟我读一下。当用诗章、颂词、连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OK， 什么叫做诗章？就是圣经里面旧约的赞美的歌词，还有诗篇总共150篇，你知道吗？他要把旧约的经历放在新约的当中啊，免得我们跟旧约的神脱节，所以他就用了诗章。那么在你可以看到，每次在祝棚节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都有诗章在唱。所以你可以又可以看到，当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要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仍旧带着门徒唱着诗歌，有没有走上克西玛尼亚？不是克西玛尼，克西玛尼耶。我最近一直被那个俄国跟那个乌克兰战争克里米亚岛，把很多语言都搞乱了。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真的一个被充满的人，常常会怎样？用诗章、用诗篇去颂赞神。所以你每天不是只有喊哈利路亚。当你眼睛张开的时候，我都鼓励一些人一定要用诗篇每一篇去赞美神，每一篇去赞美神，每一篇都去赞美神。那什么叫颂词呢？颂词就是赞美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表达我们对神的赞美、颂扬或敬拜、忏悔的时候，我们都要用颂词去赞美他。我们赞美他，单单的赞美他。有时候我们会去赞美他的创造物，但是终究还是怎样，还是要赞美神。我台湾有一个很多人很喜欢唱一首歌，那条歌叫做《摇花就好妈妈》，有没有？有没有？他有没有颂赞了很多自然界的东西？对不对？但终究还是颂赞谁？颂赞的神，对不对？第四季的 Augustine 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对神，对神，这个颂词能够帮助你对神，对神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因着颂赞会表达那种真实的感情。我再说一次，真正你在颂赞神的人，颂赞神的人，你对神颂赞的时候，你会把眼睛看到他的创造的世界，你会把眼睛看到人的世界，你了解吗？你会看到每个人，哇，就过去也好，也好，对吧？最近有一个牧师，你跟他们讲，很平，你说那有过去哦，我讲就过去耶，伊讲干有影，我讲有影，坐来看，再坐来看再准啊。请问各位一下，你有爱神吗？你会颂赞神吗？你会颂赞人吗？你会不会去赞美人？会不会？你敢买俄罗斯瓜？唔买，叫陌生哈，对吧？这是接触，你敢话咁接触这问题？那俺们讲天气过会以后，我那个讲个啦，全台湾上好嘅拢伫遮，那啲就不用讲阿面啦。想聪明的吼，可以想好一家人拢伫对。弄一下哈，我都会为你们都想说，你们都是最被祝福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你们都充满喜乐，那么很健康，来到这里的人再怎么样都不会死，因为耶稣有说死还要复活，你爱没嘛？所以我在想，当你在讲颂词的时候，在赞美神的时候，有没有去建造你跟神的关系，然后引导到人与人之间的什么？那个美好的关系，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再来呢，你有没有表达对神的那一种真诚的感情，还有对人 真诚的感情？哇，这好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你每天我都在听人跟我们说，怎么我说的就不是这样，他们怎么想？我告诉你，很多人答案就已经在他头脑里面，你再怎么跟他讲，他答案就是自己的。你跟我感觉有没有？对不对？哈，伊就逐工拢都一概有答案，伊甲你问个拢假。啊，你安尼甲讲，哦，我甲讲，哦，这个风云偌好，都偌好，伊个答案就是无影。啊，你听好无？伊讲无影就是啥？无影。你甲讲伊偌好吼，偌听主，伊就甲你讲个呐，嘿，无影。对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感觉。对我来讲是，
哦，这个金马路也是水嘛，对吗？哈，啊，也瘦下来了，对不对？然后又很漂亮，你看呢？哈，我很喜欢，心如在我旁边，从十八岁到现在，我一直都以为他十八岁啊，你来看我哈，啊对哈，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什么？他给我很多的祝福，你知道吗？哈，哎，就讲明早我请人去，我这个心如，心如，你可以去买牛肉吗？他就跟我说可以，你可以买什么嘛？他就说可以，他说来跟爸爸拿钱，他说不要，他付就好了。你现在心情好吧？啊，你爱个娱乐吧？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心如，你如果瘦了十公斤，我就给你多少钱？十万。他拼命瘦，已经快要达成，我现在心中非常难过。我一直诱惑他吃，我叫小心，你要小心。今天下午跟他讲说，维持到现在就好了，不要再瘦下去，不然的话会很麻烦啊。啊，这种关系哦，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甜美？昨天做了一个告别礼拜，那我就发现到，他们都非常爱妈妈。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家哦这样爱妈妈的，真的非常爱妈妈。那个妈妈已经八十岁过世，他的儿子哦在过世以后。送到殡仪馆的时候，那个儿子吼就抱着他的妈妈的头猛亲了。我干嘛吼？那我就管听老母听个这样哎吼，你知道吗？吼，哎，对，我觉得吼，你真的很渴慕神，很爱神，你就会怎样？非常非常的爱人，那种阿嘎撇的爱一定会在你里面。所以你要常常说一些赞美神的话，颂词，跟我说颂词。我要赞美神啊！我要赞美受造之物。我对神的爱是真的，所以很纯真的。我对人的爱也是怎样，很纯真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颂词很重要，但是慢又一个地方连歌。告诉各位，你在这个地方，当你的灵满意的时候，那个颂赞已经不是语言可以说的，是灵语可以说的。不知道各位有做过梦吗？那这会忙我。捌做过吧？梦中有在讲话无？啊，你无一定开嘴哦，是灵甲灵在讲话嘛？你知道吗？哈，啊，灵与灵在说话。我曾经梦过亲人来找我，但是他们不是用话，是用灵传达给我。当你真的在灵的里面，当你真的在灵里面，你满意了，圣灵满意在你的里面，你会不会发出一种赞叹的声音来赞美他？这就是连歌，这是连歌。当你在唱连歌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心被恩感，你的心被恩感。然后呢，你的里面会歌颂出那个神的恩高跟能力。你会在神的里面完全顺服神对你的带领。那个歌不是你的歌，是属灵，是神的歌。我再说一次，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的发现到整个圣灵满意在你的里面，你心中真的会被恩感，被神的那个恩典感动，然后呢，你就会从里面唱出一种神要你唱的歌，那个歌不是你的歌。我再跟各位讲，那个歌是带着极大的恩膏跟能力。当一个团队在以灵歌对唱的时候，那个团队一定会进到灵的里面，他不是一定不是活在属世的里面。所以教会未来最大的一个努力是怎样的让很多人，一个小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可以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保罗在哥林多十四章说，前书十四章说，我要悟性祷告，用灵祷告，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怎样歌唱，他讲的一个平衡，悟性跟灵的平衡，悟性跟灵的平衡。那你所有所有灵性的东西都能够用悟性去表达，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表达不出来，就是一个神秘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只有你知道，你跟神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但在唱灵歌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种灵在运作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整个生命都在神的里头。整个生命都会在里头，
也很能跳连舞，你知道吗？我发现到我们教会最会跳连舞，啊，就是也都没有训练过任何的人。我儿子很厉害，他跳那个连舞更厉害，做体操。前两个礼拜在那做体操，还有人过来跟他讲说：“你们要盖教会。”我回去我看了好几次他那个影片，我都不晓得怎么跳。看是那个手动脚不动，然后脚动手不动那种人了。不过我就发现到，真的满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就在我的里面。那我等一下会操练各位，操练各位，让你回家的时候整条路都在唱连歌。哦，我们常常不唱我连歌唱啊，这个是什么唱？是连里面的悟性，这是悟性的唱法，你知道哈？啦啦啦啦啦啦，你知道哈？我也非常感谢神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参加实体的敬拜，他们都在网站敬拜。有很多人告诉我说，牧师有时候我来不及，我只是喜欢听那首歌，最后那首歌啊，他觉得哇，连歌唱，他觉得哇，整个人好像是被翻转一样。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你一定要每天都要去用诗章赞美神，用颂词赞美神，还有一样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Amen。 还有一样我必须再提一次，你在赞美神的人，我早上有讲过这个道理，讲过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常常注意到我的内心是否被洁净，有没有自我洁净，有没有自我洁净，我的语言是否很正面很积极，神的语言是有能力的，而且耶稣所说的话是恩典的话语啊。你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一个颂赞神的人，我所说的话是正面积极的话还是消极的话？所以很多很多基督徒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常常会批判，然后定罪，然后攻击，有没有？然后会说一件负面的东西，然后呢会说很多消极的东西。常常你如果是一个曾经经历过圣灵充满的人，你会讲这种话，你会自我定罪，你会自我定罪，你怎么说就怎样，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到最后会攻击谁？会攻击到自己。再来，我也期待着你常常要去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让自己会饶恕所有的人。你跟神不和好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敬拜，那个不和好不和好，你没有饶恕一个人，没有饶恕就变成一种苦毒，会变成一种生气，这样的苦毒生气就会在你里面，你会发现到你再怎么敬拜，你再怎么敬拜，那个苦毒生气都在你里面，跟神之间没有办法和好。对啊，所以你心中如果还有敌人，你应该祝福的敌人，把那个把里面的罪求神给你饶恕洁净你。还有一样，你要跟神说，神啊，也帮助我饶恕所有的人，饶恕所有的人。早上我讲了一个见证，我再讲一次，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操练。在美国一个律师，那大概40岁的时候，他因为非常出名，所以有很多贩毒者或是一些黑道的人来请他帮忙来做辩护人，结果他就跟这些贩毒者跟这些黑道人就混在一起。台湾也有了，前几天我在看到，原来台湾很多名律师也会成为车手，还成为诈骗集团传言这样。 OK， 那么这个律师呢，有一天因为犯罪就被抓了，被判了50年。那孩子5岁，被判了50年，他出来的时候他孩子已经55岁了，有没有可怜啊？他进到那个牢房的里面，牢房是里面没有什么阳光，里面都很臭，因为所有的粪便都没有洗干净，里面都蟑螂，很多的蚊子。他非常的纳闷生气，因为他的人生从此就结束了。可是有一天呢，他有人寄了一本书给他，叫做《赞美的能力》。他
那本书一直说你要赞美神之前一定要洁净自己，要求神饶恕你所犯的罪，而且要饶恕所有对你犯罪的人。他真的在牢房里面就开始一直求神饶恕他所做的一切的罪恶啊，贩毒啦，杀人啦，暴力啦，诈欺啦，这些他一一的摆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他。结果我发现一件事，他开始赞美神，所有的蚊子都不会叮他，老鼠也不会咬他。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奇怪的现象。然后呢再来他就帮助很多犯人关在监狱里面的犯人开始重新厘清他们的生命，结果很多得到帮助。联邦政府看见他这样的帮助犯人，所以就给他特赦，关了两年就特赦。有没有很奇妙？冷当的跌下特赦回来之后已经很穷。他有一次他孩子跟他讲说，爸，我想吃牛排。他就开始赞美神说，神啊，我们需要牛排，你知道吗？结果当天呢，下午就有一个人来到他家里敲门，说送给他一个大牛排，这样哈，你有感觉很奇妙啊？结果他们要想生活，他想读博士，结果他说没有钱啊。忽然之间呢，在赞美声当中，他就看到一个人无缘无故的跑到他家，给他一大笔钱，他不认识他。我的意思说，当你在赞美神的时候要饶恕，要赦免，要自洁。要自己完全的清理自己，生命的当中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十字架是没有道理的，十字架是你跟随主要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不是我定死自己，不是，你没有资格定死，只有耶稣能有资格定死。跟随耶稣来背起十字架，是我愿意跟耶稣一起死。当越来越没有我自己的时候，你的灵就会越来越活，你就会看到。你看到你会被圣灵所充满，圣灵会满溢在你里面，有没有 Amen？ 所以呢，你要跟神说声啊，让我每天都用诗歌颂词来赞美你。再看一下哥罗西书，看一下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 ，OK， 在第四章的地方，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来，我再读一次。后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哪里？存在你的心里啊！后来，再来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这包括你要教导人都要用诗章、颂词，这样是最好的了哈。不要马上就指责。我跟各位讲，你指责人的时候，他那个人不一定会接受你。有时候用另外一种教导，就是用神的话去跟他分享，分享一个正面的事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会更容易被改变。你敢讲我的工厂？对对对，所以呢，开始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跟神说，神啊，让我们在诗章、颂词、灵歌之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们心要被什么神的恩典感动，我天天歌颂神呀！我期待着今天晚上我们的教会好像要开始走向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哈，走向更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你这里常常会神充满你，你会很感动，会不会？然后。你在灵命不断在成长的时候，你会有没有发现到你跟神的关系会很好？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神每天在引导你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你有没有每天都很快乐，在歌颂神？OK。等一下你不要太，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我帮你，我帮你
啊，这个你跟着我唱歌就好了。开始的时候你就跟着我唱歌，我要唱什么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每次我发一个音的时候，我在发一个音的时候，都是从圣灵的里面发出来。啊，你如果没有常常去注意到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哈，啊，你没有去啊发觉到这个歌是我的灵要我唱的，不是我自己要唱的。好啊，所以等一下呢，你就跟着我一起唱，好不好？你心里讲，不要太多的束缚。啊，他也许这个歌你也没有听过，也许不好听，对不对？哈，啊，你就跟着我唱，唱到最后你就发现到它是很好听的歌 ，Amen。啊，想跳舞的就起来跳，你知道吗？哈，啊，你如果被击倒，你就躺在地上就好了。好，OK， 哈，安静一下哈。我们从你安静一下哈，你安静一下哈，啊，把你眼睛闭起来。也许我们会从悟性开始，也许会从灵开始，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心中就呼叫着耶稣，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要赞美你。我每天被你的灵充满，灵满溢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今天灵像海浪一样的漫过我身。”耶稣啊，你的灵每天都漫过我，充满我，浇灌我。我再次恳求神，把我的里面的罪、嘴唇负面的言语完全的洁净。我恳求神真的帮助我，因着饶恕我建立你跟你很美好的关系。呼叫耶稣，你轻轻地呼叫他的名字，他就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就呼叫他，不要默想他，要呼叫他。你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的灵就在我的里面。”耶稣啊，你的爱深深的吸引着我。耶稣啊，你不是爱我，你的灵满溢在我的灵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跟着我唱哈利路亚，把它唱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当你哈、哦、把他声音发出的时候，圣灵就会从你里面流出来，流出一种恩膏，流出一种能力，流出一种生命的泉源哈、哦。你必须要把它唱出来哈、哦。这种流出是一种流出恩膏，它会流出能力，流出生命的泉源。当你在发这个声的时候，开始你的整个人会浸泡在圣灵的里面，你会发现到恩膏会满溢着你哈。哦恩膏会满意着你一定要把它大声的唱出来，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听到别人的声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再次的呼叫耶稣，跟耶稣说：耶稣，我要赞美你，我们整个教会都很渴慕你，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你。哦，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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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说哈，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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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因巴拉巴，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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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呀啦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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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大声一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真的爱你，我想你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把你的心就放在，把你的手放在心中，呼求着他，完全降服于他，把世界上的重担都卸给他，
OK， 把你的眼睛张开。你觉得你很享受神的人，请你举手一下，我看看。你会感觉到那种心中的平静。在唱灵歌的时候，好像跟神也接近，接近了天堂，然后接近那个荣耀的那个氛围的里面。你有这种感觉的，请举手一下，我看看。你心中会非常害怕啊，搞不清楚，然后，哎，无所谓，请你举手一下，我看看。等一下可以留下来补习一下哈。OK， 你再一次，我再一次，我觉得你在家哈，有时候可以读诗篇，可以用颂词，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唱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灵歌去歌颂神。很多歌都是这样唱出来的，你知道吗？哈，像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弟兄在敬拜的时候，他忽然唱了一首歌，我说哇，这首歌很好听。他说他忽然之间有感动，他感动的唱一首歌。有一次我跟蒋中在一起，他也是早期的这个一个牧师，我就发现他很容易的就把一首歌哦，在敬拜的当中哦，就唱出一首让人家很感动的歌这样哦。举个例子哈。主耶稣，你也不会。主耶稣，你也不会。谢谢我的高前期无罪。你看哦，这种歌是从灵歌唱出来的，有没有？这种歌是从灵歌里面这样把它写出来的。里面也唱过我的歌，有没有？我也唱过。一些灵歌，然后写成歌曲这样哈。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歌，都是从生命里面唱出来的，跟音乐是，它本身超越了音乐的这种概念，你知道吗？哈，灵歌啊，所以我常跟以翔说，以翔啊，要跳出那个古典乐，你知道吗？进到灵的里面，哇，这真的是这样了，真的是这样哈。而且我再次恳求神，当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被圣灵膏抹满意的时候，你都没有歌可唱，对不对？你都没有歌可唱，你可以从里面发出一个声音来，赞叹的声音，这个声音是非常一个荣耀的声音，这个赞叹的声音，比如说你可以发一个声啊，你看到这种声音，你知道那个赞叹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像那个天上会打开，你知道吗？那个圣灵会降临在你身上，你不要太在不要太在意别人有什么感动，别人怎么看见，你就直接发出一个声啊，魔球太低啊那样。但是你要发出一种那种很感动的声音啊。有一次我就跟丽蓉说，丽蓉啊，你过来一下，大哥要跟你教你怎么弹琴啊。我他吓了一跳。他就过来，我就教丽蓉怎么开始弹你知道那个他一弹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丽蓉，你的脸非常的苦闷，非常的凄惨，非常的绝望这样了。真的是他所弹的歌就是属灵人知道属灵的事，所以你常常唱灵歌的时候就知道，就 catch 到很多人的灵你也不用说了，你知道吗？也不用说，你知道就常为他祷告就好，听懂吗？这属灵人的奥秘就在说，你会跟神有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你会唱灵歌歌颂他神会用他的灵一直回应浇灌在里面，你会里面会变得非常的敏捷，这种直觉非常的敏感，而且你会看到这种敏感是对人最大的祝福。为什么呢？最大的祝福，这种祝福就是可以帮助人，不是要说人坏话，就是我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我怎么帮助你我也不会去讲说你今晚是不是困难，我该到上岗，不是这样，而是我知道你的困难之后，我并不一定要说的，我就为你祷告，我就诉说我怎么样帮助你。你看看神真的是很爱世人，你当你在灵里面你真的会一来越怎样得到他的启示，你这个地方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良心越来越发达，然后你会越来越喜欢敬拜神。 Amen 你会全身充满恩膏，你出去看到病人为他祷告，他必好。会死的，你跟基督一个怎样？不一定啊，让很多老人都笑死了，祷告以后就死了。OK， 让我们再一次的安静一下，好不好？安静一下。OK， 你
自己安静下呼叫耶稣，然后你自己发出一个声音，很小很小，让自己听到就好，自己发出一个声音，发出来，不要怕，等一下，好，你跟耶稣说，耶稣你在我的里面，我要荣耀你的名，圣灵满意在我的里面，我要发出一个荣耀的声音来赞美你。 OK， 你可以发出一个声音来赞美神好不好，你自己发出一个声音，有没有发出来，大声一点，哦，大声一点，哦哦哦，大声一点来，哦哦，再大声一点来，哦。告诉各位，你在唱这种歌的时候不要惧怕，一定要充满信心，而且声音要越来越怎样，越洪亮。我读个圣经给各位听，你就会发现到这种奥秘。我又看见羔羊站立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再来，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我再读一次，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什么？众水的声音和什么？大雷的声音。你刚才在唱是细细的声音，潺潺流水的声音，这种声音没有办法震动魔鬼。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必要怎样？整个生命都唱出来。在唱灵歌的时候就尽心尽性尽力的把整个生命都怎样跟我说出，唱出来。再说一次，唱出来，不要怕，下个礼拜再来。我希望我下个礼拜再操练各位，你会变得非常有权柄，你会变得很健康很快乐，而且你很荣耀。讲一个笑话，不晓得谁去把我10年前在澎湖的鸟语，我在主持教会的开幕礼拜的时候拍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拍的时候我再也没有看过，我最近有一个人就把它po到网站去，你知道吗？有很多人看到我10年前跟10年后我脸是没有什么变的，他们有人说只有头发变白而已，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都全部白发染黑的。你听懂我在说什么？50岁
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都同样的健康，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有能力，同样的有恩高，把它唱出来。先回家自己再练练，下个礼拜我再跟各位唱一唱。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需要休息。你今天晚上对你的信念有帮助的人，请你举手一下，我看看。我感谢主，我下个礼拜会更厉害哈，更厉害。但是下个礼拜哈，我们要守圣餐啊，下个礼拜轮到你守圣餐哈。你我讲到短一点，但操练长一点，好不好？哦 ，OK， 他会，他每次都这样，这是好还是不好？是勉强好，对不对？呀，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奉献，好不好？你是万。
爱的父神，谢谢您给我们在灵性上很大的造就，也让我们越来越渴慕你，让我们渴慕你天天充满我们，你的灵满溢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让我们借着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你，让我们每天都被恩感，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赞美的能力，让我们更多唱灵歌的能力，慢慢的祝福我们，我们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求你大大的赏赐咱们的家，让我们家有千百万倍的收成。这样祷告奉献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向各位请安一下，主的平安跟我们同在，请各位站起来，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来呐喊七声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请坐。